奔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举举奔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举举奔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举举奔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举举奔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举举奔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尽情的吸收能量吧，再多一点儿，再多一点儿。太棒了，又吸收了一个，真想试试这新能量的威力呀。嗯，果然厉害，波比。哎，你在干嘛？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我说，你以后别对我大声吼叫了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！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你这是要干嘛？你，认真的跟我较量一番吧！哼，你还不够资格向我提出挑战。难得的空闲时间就该用来学习。我先睡一会儿，养足精神再看书。哦，这个主意不错。怎么回事啊？等等我呀！哎呀！啊！哎呀！有情况，武林守卫者出动！你输了！现在论输赢还为时过早，看招！来吧！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俩为什么打起来呀？打得好热闹啊！这到底是演的哪一出啊？免费自由搏击，我们坐下来好好欣赏吧。打归打，不要破坏公物哦！你给我闭嘴！够了，住手！没错，要打就去双子城打。守卫之力，武林炼山。我要把你们的玄灵核通通吸收了。波比，难道你？第一个就是你，看招！嗨，住手！
么远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你们输了。大家一起上！哎，嘿，哎，哎，哎，嘿，啊！哎，你们就只有这一点实力吗？我，你，你，你不要太嚣张了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好痛啊！是谁打我的脸？哎呀，好痛啊！怎么浑身上下都那么痛啊？哎呀，哎。哎，老大，你怎么伤得这么严重？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嗯，是你们？你是你们干的吗？什么我们？明明就是你打的。我打的？啊，不可能！我对老大，哎呦，我的头好痛啊！沈梦圆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老大，难道真的是我打老大？老大，我不是故意要打你的，我也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这样。你没事吧？来，我扶你起来。哎呀，刚才被我揍得舒服嘛，要不要再来一次啊？波比，哎呀，对不起，老大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波比，你去哪儿？波比，站住！根据你的描述，波比这是无法驾驭黑暗武灵锁的力量，才会反过来被黑暗武灵锁控制住。乔伊大人，请你救救波比吧。把这个拿去给波比吸收。太好了，谢谢您，乔伊大人。这颗暗灵核的力量比波比现有的力量要强大，肯定能把波比体内的力量都吸收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快去快回。乔伊大人，那要是失败了呢？怎么会失败呢？快出发吧，波比在等着你呢。乔伊大人，请告诉我，超人强，现在不是追问这个的时候，请告诉我，要是再失败，就像那橙子榨完果汁，剩下的不就只有渣渣了？还不快去！您的意思是，如果驾驭不了这些力量，反而会被他控制？不仅如此，最终会被黑暗力量吞噬。什么？只有能驾驭黑暗力量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强者。驾驭黑暗力量，原来这才是你的真正目的。我一直以为我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，可是这一切全都是为了满足你自私的欲望。我竟然助纣为虐，还连累了波比，我甚至还背叛了猪猪侠。我真是可笑啊，可笑啊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恕我以后不能奉陪了。你以为我这里是你说来就来、说走就走的地方吗？看我的！看招！武灵锁，不可能！怎么样，求饶了吧？不可能！
武林之力。人呢？你以为你逃得掉吗？波比，原来你在这儿！啊，波比，是我，醒醒！停下！我不要！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再这样下去，超人墙会有危险的，我们得去阻止。嘿，波比，快停下来呀！波比，战胜你体内的黑暗力量，不要被反噬了。你们放过我吧，菜鸟，放我过去。哎呀，你别过去，波比他很奇怪。你们看，波比的身上好像有武林的力量，正在和黑暗力量僵持着。波比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武林力量帮助波比抵抗黑暗力量。波比，你没事就好。谢了，我们走吧。站住！你这个懦夫！你说谁是懦夫？哼，你就是个懦夫！你说什么？可恶！这场闹剧或多或少都是由你亲手造成的。你们别打了！你不想办法去阻止他，直到现在竟然还想着逃避！不是懦夫，那是啥？你别忘了，当初你加入武林卫的宗旨是什么？告诉我，武林卫的宗旨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追求正义，帮助弱者。老大，超人墙，我跟你一起把这场闹剧终结掉。我只是在为我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。这本来就是你的责任。老大。欢迎！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偶尔失灵也不慌，靠我自己向前闯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勇气来帮忙，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